好啊！恭喜晒咧，社区应急辅助队咧七周年嘅典礼，第七届嘅就职礼同埋呢个杰出队员嘅嘉许礼啊！我就啱啱喺日本赶翻嚟出席呢个非常有意义嘅宴会啊！去片。各位晚上好，好。我哋一个自己有嘅晚宴啊，简单单而隆重嘅晚宴，现在正式开始。并且我哋喺黑暴期间默默工作，坚决支持祖国，并坚持同埋香港警队同行。我哋由肇庆社团总会、中山社团总会同埋其他社团总会一齐合作，完成咗好多项嘅抗暴行动。因此招留很多黄絲針對抹黑謠言損害我們應急隊的聲譽，但是傳達我們應急隊上下一心，因為邪不能正正，日久見人心。大家見到好啦，我哋嚟請華記先能量，喂，我哋講幾句說話好不好？有請華記。好，大家好啊。咁啊，今日就好多谢阿黄总监邀请，咁啊都唔知道要上台讲嘢。不过咧，我今日咧就见到咧好多朋友咧真真正正咧就系为人民服务嘅吓。咁我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咧，就系成日都听一句说话咧，就系叫做救人一命胜在七级浮屠。呢句说话呢，就是当有人遇上危难的时候呢，或者病倒的时候呢，或者遇到交通意外或者任何意外瞓低的时候呢，我们这里呢全部好多的义工呢都是社区应急辅助队的成员，俾一掌声自己先。特别要多谢阿黄总监啊，阿黄总监啊邀请我来的啊。咁我想同大家分享咧，真真正正咧就係為人民服務、無私奉獻咧，就係呢一班在座嘅急救隊。嗱，我唔講唔知啊，我自己都係急救隊嚟噶嚇，我係1996年嘅聖約翰急救隊員嚟噶嚇，我識得 A、B、C 嘅嚇 ，A 知唔知係乜嘢啊 ？A 啊，暢通氣道啊 ，B 知唔知係乜嘢啊？啊 ，B 即係我哋要。回復翻個呼吸啊 ！C 咧就要血液循環就要差嘅。大家記唔記得？如果遇到有人暈低要點啊？按壓提係啊，係嘛？好啦，我喺呢度想賣少少廣告啊嚇，賣少少廣告。咁咧，我哋其實咧呢一個社區應急輔助隊咧係有一個深層嘅意義嘅，因為過去咧，譬如我譬如之前成30年前嘅。聖約翰救傷隊呢啲全部都有來佬嘢，而家我哋興一句説話叫咩 ？Make in China 啊嘛，係嘛？咁所以我今日咧就睇到呢個長巷裏面咧，就不得不同大家賣下廣告。咁呢個長巷裏面咧，佢有咧一個叫做服務嘅，即係如果我哋要考一個急救嘅牌照咧，嗱佢呢度有一個咧，好好，等我揭一揭先啊。喂，嗱呢個咧真係 Make in China 噶，嗱你睇睇先。120急救证书，中国120急救证书，证书课程为期2天。咁咧就系呢个由根据北京嘅急救中心同埋北京嘅急救医疗培训中心制定嘅统一标准。啊，呢个叫 China Standard， 唔系 British Standard 啦吓。咁呢个颁发证书嘅机构咧就系北京急救医疗嘅培训中心啊。咁呢個咧就係有一個進階課程添嘅，叫做120高級急救證書同埋急救導師認證嘅嚇。好啦，咁我就再介紹一下咧，阿黃總監呢一個係乜嘢機構咧？好多時咧，我哋喺2019年嘅時候咧，咁啊有位朋友成日揾我過去撐下場，佢哋升旗喎，咁啊梗係升我哋五星紅旗啦。當時喺烏蛟騰啊、西貢啊呢啲烈士紀念碑咧，就會。逢親去到10月1日咧，或者佢哋烈士紀念碑有一個抗日嘅時候咧，有啲活動咧，佢哋就會升旗噶啦，咁啊好有意義。成個香港冇人搞嘅啫，咁啊係得呢個社區應急輔助隊，咁啊眨下眼就7年。咁咧我就代表我哋香港市民咧，就多謝呢一班你哋坐喺度嘅坐低嘅無私奉獻嘅各位朋友，就救厄扶危。
救人一命，勝在七級浮屠。特別多謝剛才我聽到一位老師，我好欣賞他的，我想邀請他上來行不行？他說足足大喇喇用了一銀嘢就租到五萬尺，那個是誰來的？強烈邀請他上來先，是不是蕭小姐啊？有冇係咪去咗去邊度？可唔可以邀請上台俾大家俾啲掌聲得唔得？係，我哋有請我哋嘅善長仁翁，唉，為善追落，唉，嗱呢啲咧就真係出錢出力啦。我哋呢個世界咧就一定要認識一下一啲咧貢獻社會。阿蕭女士，我好欣賞你。大喇喇用了一蚊雞租了你一塊五萬尺的地，是吧？我又有一種那個，是不是你一位啊？這位何志雄，何先生，何先生有爭什麼先？何志雄先生，何先生是何志雄地主來的，是吧？不要遮住個鏡頭，不要遮住個鏡頭。係呢位何志雄，呢位何志雄先生咧，就係會係譬如我個本，因為我中意觀世音菩薩、阿彌陀佛，佢贊助咗我十幾萬嘅啲嘢，係人民幣，係嘅去做嗰個觀音，因為我好啊。我成日都睇你嘅。喂，但係你嗰塊地五萬尺，五萬尺唔知幾錢租啊，大佬？唔係，我五萬幾尺嗰度全部係啲地祖廳堂嘅。不過我嗰個地段咧，我係好欣賞呢位先生。黃總監，阿七，係七嚟，係四十幾年啊，同佢四廿幾年。係四十幾年好朋友關係，係你真係好朋友㗎。係嚟黃總監，我哋就風雨不可，唔使我相信咗佢四十幾年。喂，我而家即刻同佢申請續期先，未來嗰三十年同你一蚊搞掂佢。繼續努力，應該先多謝黃總監。係啊，我哋最緊要多謝黃總監，非你唔可喺度搞我。嗱咁樣，嗱你俾我作少少主啦，因為點解咧？我哋其實點樣服務社會都要有場地嘅，我哋以熱烈嘅掌聲，多謝蕭女士，善長仁翁，嗱呢啲真係出錢出力啊嚇！再次多謝阿何師兄，唉，十幾萬隻觀音係嘛？能夠8/1邀請佢啊！你講下係。嗱，我希望咧到嗰日咧就你哋嘅社區嗰度嘅開幕。一定同我邀請翻佢過嚟，唔好令到絕對冇問題。令到到時又話我唔知又要去日本啦，又去邊度？唔會用一蚊租五萬尺，我平生識咁多人，未試過有個咁大方咁得體。你有冇發覺今日特別靚啊？唔係佢喺度講多咗。人善就心美啊！我唔係講少嘅，你個人咧善良就特別靚噶。我咧就已經同咗佢講啊。其實咧就講多咗嘅，唔係五萬尺，係49,700。其實咧，我真係唔敢，我成日睇到佢太慢，成日咩食蛇，我真係咁。呢個數字先正確。我咧就成日見到咩食，我話定第日咧我就等阿輝成兄咧，我想接觸呢個人，做翻多啲嘢。佢最緊要係撐住佢。係，唔係佢撐我哋啊？因為好多時啲聚會咧。一定要有救傷隊咧，有翻咁上一神人數，就要維護嗰個安全啊！我哋再次俾次掌聲啊，黃總監！係係，多謝你無私奉獻啊嚇！多謝各位啦，咁啊，其實阿莫真嚟，有，喂，莫師你應該出嚟，我介紹阿莫師你嚇。佢又會幫我哋。呢個人就係我頂嘅。阿莫師你，阿莫生，出嚟先。阿莫生，出緊，嗰度又係嗰啲祖堂地王。哦，祖堂地，祖堂地，係。啱啱莫師你啫。哇！你做咩事今日？啱啱飲咗兩杯。啲僆仔乜嘢個樣？哇！你今日要見客。好，嚟俾個麥你。嚟。佢火就成好長啦，今日。大家好。你估下莫師你幾多歲？大家。17歲啊！好啦，多謝黃總監。咁啊，啱啱阿莫師早兩日咧，就喺我哋基地咧，就成立咗個世界莫氏中親會寫字樓，成立，哇，相當多人支持。好嘢。
咁咧就大家將來去經地咧，其實已經係喺即係嗰個開光㗎啦。咁我首先多謝阿一嫂啦，即係阿蕭小姐啦，或者係阿莫生啦，同阿何生啦。因為何生同埋阿莫生咧係捐咗23萬人民幣，雕刻咗一個4.8米高嘅觀音像，望海觀音像，好靚嘅。咁就係嚟基地咧，可以就供奉下。咁啊，呢個地俾掌聲我哋兩位善知人翁先。好嘢，好嘢，好嘢。係。咁我諗咧就唔好阻我堂咁耐啦，差唔多噶啦嚇。俾我哋散曬。係啦，咁我哋咧就交俾阿華哥啦。阿華哥鼓勵我哋啦，好唔好啊？好好好。多謝曬，多謝各位，多謝嚟我哋基地嚇，多謝我第一次嘅花式啦，好嘛？不時要鼓勵。多謝曬，華哥跳多，多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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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喺度呼籲下，多謝你啊，蕭女士啊，善長人翁，我喺度呼籲下大家，如果真係想服務社會同埋真真正正幫到人，因為咧而家嗰條街嗰度咧好多嗰啲掛羊頭賣狗肉嗰啲外國機構咧，又話幫助媽幫助物嗰啲咧，喂，以前我哋好純潔嘅，就一定咧就去撐嘅，喂，而家要睇真啲。嗱，而家咧，我哋睇到呢個真係 Make in China 嘅咧，我哋有個社區應急輔助隊咧，我而家正式同大家呼籲下，無論喺現場嘅或者喺我哋嘅 YouTube 嘅網友嘅，就加入呢個社區應急輔助隊，需唔需要義工啊？黃總監，需唔需要加入啊？係，而家有幾多人到啊 ？OK， 而家唔夠1200兩友啊，1200人都唔夠，我希望。出年嘅今日有2000人好唔好啊？唉，2000人噏少咗啊，起碼3000啦，係嘛？咁啊，希望個人數多啲。咁仲有講多句啫，唔好阻我台咁耐。呼籲下大家咧，可以喺線上嗰度。而家我側跟呢幅圖有個電話號碼嘅，可以參加呢個急救嘅訓練班。因為我哋呢個叫 First Aid 啊，我哋咧有陣時見到有人暈低咧，如果你冇 First Aid 冇急救證書咧，你可能會即係惹禍上身或者有官非嘅嚇。如果你有 First Aid 急救員咧，有人暈低你埋去咧拍佢咧，咁你按程序去拯救咧，你就可以救到人嘅。甚至乎好多時啲心肌梗塞啊或者啃親啊咁嗰啲咧頭暈啊嗰啲咧，你有急救證書咧，你真係幫到人。啊，同埋咧，我哋咧啲車嗰度都擺咗好多嗰啲紅十字會啲急救包咧，萬一有交通意外都可以幫到人。我希望呢啲正能量可以引發去全世界同埋全香港，我哋考個急救證書牌先好唔好啊？嘥兩日時間，跟住有空餘時間嘅就加入社區應急輔助隊。多謝大家支持，多謝曬，拜託，唔該，出年起碼要多一倍人啊！黃總監話嚇。多謝我哋香港九龍新界嘅各區總監，多謝，好交俾你啦。多謝曬，多謝曬華哥。並且我哋喺黑暴期間默默工作，堅決支持祖國，並堅持同埋香港警隊同行。因此招來好多黃絲針對、抹黑、謠言，損害我應急隊嘅聲譽。但係全賴我哋應急隊上下一心，因為邪不能正正。日久見人心，大家見到應急隊在地區的工作，故此我們的義工反而沒有減少，而不斷晉升。在今年的年頭，統計已經1084人。為了管治好這個團隊，我們今年的政策，第一就是改善會長和指揮官的質素，提供更加優質的服務給我們的市民。二，繼續由幼稚園開始擴展小朋友認識祖國和如何做一個良好的公民。第三，善用我們進度性的青少年培訓計劃，配合國家和國民教育的推廣。我們在香港找了很多地方作為我們基地，都有很多的掣肘。終於在半年前，劉浮生遇到個有心人士蕭小姐，願意用1蚊的代價，代表掌聲蕭小姐先嚇，1蚊的代價，提供了50000尺俾我哋做一個青年軍訓營。
為期五年，如果做得好可以繼續。呢、這個基地主要培訓青少年對國家的安全同埋國民教育的知識的實踐。在各個宗教的七日和尚，但是在我們應急隊的訓練裏面呢，就是七日軍人。在香港大多數青少年只喜歡打機，忽略了成長的需要和教養，對家長對長輩極之無禮和不尊重。所以我們希望利用這個營地訓練他們的自立、自治、自信的培養。我們基地將會在六月中會完成所有的設施和裝修。我們現在已經得到九龍城民政處撥了資助，我們50個青少年參加第一期的軍訓營，已經兩日之內爆滿。我們今次的軍訓營將會在8月4日畢業，到時希望各位來臨見證我們第一批的香港青少年軍人。另外，我們在工作上得到馬正興醫生的推崇和帶領，我們在12年方面呢，在120急救培訓中心計劃面，全賴馬醫生積極和在國內的120培訓中心聯繫交流。由2008年到現在，足之今年馬醫生能夠為我們拿了大灣區的急救推廣計劃，我們會全力支持他的學會。去到今時今日，世界輪流轉，國內的急救水平和科技一樣一日千里，故此我們亦都希望配合國內的要求，經馬醫生的帶領之下，不斷爭取和洽商，終於在12月，馬正醫生正式在北京120中心簽訂了合約，爭取了大灣區的培訓推廣專利。今日我們都有36名的急救導師，是香港第一批的中國急救導師。我們給掌聲的36個急救導師先。所以我們要積極在大灣區尋找合作夥伴，積極推廣推動中國急救，希望更多市民懂得急救，守望相助，弘揚香港獅子山精神，造福社會。今日來自大灣區各省市的代表，亦都有湖南省的應急隊支援代表，亦都有其他的代表。我希望透過交流，互相比賽，將我們的急救水平提升。期望中聯辦日後更加多支持我們應急隊，推廣到所有急救普及化。由於中國大的市場相當大，希望在座各位有興趣參加的貴賓或者來賓，對這個有意義的急救拓展工程有興趣的，可以聯絡我們應急隊。在此我們感謝深水埗民政事務專員黃欣賢太平紳士，去年他撥出一些資金，令到應急隊在深水埗推行一個積極推行的中式步操訓練，短短半年培訓了超過165名小朋友和成人，領略到中式步操的優美姿態，亦都進行多場的表演，至今水平已經不錯了。現時在全港18區經常有他們足跡，全賴深水埗民政處的功勞。我們給予掌聲深水埗民政處和我們的專員。當然不能夠抹殺我們的義務的步操教官的貢獻，包括陳志明先生、翁樹林先生、莫俊雄先生、陳志權先生、邱建根先生、梁家傑先生、張家傑先生、鄭樹春先生和孫秀麗女士。特別孫秀女士呢，除了是帶領我們過百人的巨型展示國旗的訓練和推廣呢，她的號召力驚人，在過去疫情包裝上樓派發疫情的抗疫包，
每一次阿孫女士都會召集到超過100人次去幫各區手嘅，佢但係特別咧就偏心多幫深水埗嘅，因為咧因為深水埗好多三毛大廈，咁好多咧就怕行樓梯，咁咧就阿孫女士就帶頭去想做呢樣嘢，相當係俾獎勵孫女士先啊！佢除咗出力之外咧，佢每一次做完嘢，佢都會請啲所有嘅隊員咧食齋嘅。咁所以咧，佢真係出錢、出力、出心、出力，我諗出埋血添啊！啊，唔出精神，我依家向學習。佢咧仲係走去疫情最前嘅前線，特別喺最嚴重嘅期間咧，每日都會帶100個義工，超過100個義工參與嘅。咁所以咧，今日我就希望藉著我哋7周年紀念咧，俾掌聲孫秀女士啊嘛。開始之前，孫女士同我講有一個服務真係去做，所以寧願去做完8點鐘先翻嚟。所以啲掌聲啊，等8點再俾過佢啦。真係冇得頂佢啊！好啦，最後今日生日，所以祝應急隊生日快樂！祝在座嘉賓、長官、隊友身體健康，心想事成，萬事如意！多謝各位。喺抗疫嘅期間，曾經試過連續2個月咧，每朝至到每夜工作，不論天氣係晴係雨，都必定係第一位到場，最後一位離開，實在係令人感到欽佩嘅。我哋有請孫秀麗地域會長上台。好啦，我哋嘅頒獎嘉賓係邊位呢？我哋有請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常務主席兼常務秘書簡直航博士 MS 為我哋呢個傑出長官頒獎。好，望呢度啊！我讲国语哈，好啊，那非常感谢大家哈，今天来参加我们应急队的7周年的就职典礼哈，在座的每一位，首先就感谢大家哈，辛苦大家。那刚才那个司仪介绍贺爵哈，不好意思，其实做的也不是很好哈。那我们每一个所有的义工们哈，都是所有的义工们的付出，有他们的支持，才有我们哈。谢谢。这样。好，真的谢谢我们好义工。30几年呀，做义工做了30几年，有早到就冇迟到，第一个到，最迟嘅走，俾掌声佢。精神值得可敬可爱，真是好，不是我的，不是哈，所以我今天虽然拿这个奖哈，都是在谢谢每一位的义工的支持哈，没有你们的支持哪有我，对不对？还有没有我们总监哪有我，没有的哈，所以再一次的感谢在座的每一位，谢谢大家。好，非常好。不好意思哦，真的做的不是很好，但是我们还是干，继续努力哈，为社会服务哈，为人民服务啊。大家好啊，我哋咧就食多啲素食对身体好啊。嚟紧嘅星期日6月2号咧，上昼11:03，我哋喺九龙佐敦广东道332号咧，就免费派发呢个好好食嘅素食饭盒，由大自然素食提供嘅。咁啊，欢迎咧就大家过嚟，多谢晒。大家好，萧红生。咁我哋今日有个好消息啦，咁因为我哋嚟到呢个中澳春城啊，咁因为而家有架新嘅屋苑专车可以直达你到香港嘅边度呢？萧豪生，香港咧就劲啦，由呢香港去尖沙咀、太子，再经荃湾，再去翻呢个中澳春城咧，就两边都可以来回可以啦。
係啦，咁就交通非常之方便喎，而家可以直達喎，可以。係啦，咁同埋咧，而家新推出嘅户型咧，71平至到120平嘅兩房至四房嘅單位啦，咁大家可以隨時歡迎嚟到嚟參觀我哋呢度嘅示範單位嘅。好，蕭先生啦，係。咁點解我哋要成日介紹呢個中澳春城呢？因為點解咧？呢個坦洲咧有呢個珠海後花園之稱啊。嗯。咁第一就如果你話呢度打車過去呢個咧，港珠澳大橋講緊都係15分鐘車程就去到噶啦喎。冇錯啊，20多蚊誒call的士又已經搞掂啦。咁啊，仲有咧門口咧，佢會有一架紅色嗰啲巴士啊，咁可以去到即係7蚊雞咧，就可以去過澳門嗰個關口噶喎。啊，仲有咧，隔離有個叫優越城嘅商場啊，非常之方便啊，呢度行過都5-6分鐘到就去到噶啦。個商場已經係開業咗好幾年啦，咁所以咧，其實入邊嘅生活配套啊、supermarket 啊，什麼都有噶啦，咁係一個大嘅呢樣超市喎。係啦，各位朋友，如果有興趣睇呢個中澳春城咧，就馬上 WhatsApp 我哋啲電話啦。好消息，就係我哋有新項目推出啦。我哋最新嘅項目咧，就係叫做深齋橋東。陽光大廈英文名叫做 Smile Sunshine Tower， 咁我哋呢一個項目呢就會嚟緊喺6月嘅15號同埋16號呢，就喺九龍尖沙咀半島酒店6樓漢口廳嗰度舉行嘅。咁我哋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呢嗰、那個時間呢，喺星期六呢就係、上晝嘅11點呢去到夜晚嘅9點嘅，咁而星期日呢就由上晝嘅11點呢就去到夜晚嘅7點嘅。有興趣報名嚟聽呢個日本投資大阪民宿嘅 B&B 講座呢，就歡迎大家 WhatsApp 報名啦。咁我哋而家呢個階段呢係進行緊內部認購登記㗎喎。有興趣嘅朋友呢可以馬上 WhatsApp 我哋，然之後嚟我哋呢個示範單位都可以㗎。好，咁我哋喺6月15同16日喺半島酒店6樓漢口廳見啦。大家好啊，好多謝咧就業主嘅信任啊，今日介紹一個澳門嘅頂級豪宅主教山莊，呢度只係淺水灣嘅1/4價錢，佢只係港幣大概20,000尺到啫，佢嘅面積有大概係18,000尺，佢同呢個澳門嘅特首啊維倫啊，咁啊就係住喺隔離啫。呢個獨立屋咧係有2個 number 嘅，咁啊詳細嘅情形咧，我哋稍後再同大家公布，敬請留意。